歌仔戏与布袋戏都曾经是台湾民众的重要娱乐，不过如今都面临了观众流失的困境。今年民国一百年，将有13个布袋戏的团队进行全国的巡演，希望唤起民众支持本土的布袋戏。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变身布袋戏偶，伴随着传统乐声和演出者手掌灵活的掌控，跟电视和电影里呈现的戏剧效果有很大的不同。但现在的电视和电影大量运用科技声光效果制作戏剧，让布袋戏的观众群逐渐消失。虽然剧团也增加了声光效果，还有制作大型的戏偶加入演出，但还是吸引不了观众，剧团经营变得困难重重。连新一代的布袋戏主演也感叹，观众的口味越来越难掌握。现在的新观众呢，可能你听一听吧，你在讲啥？那传统布袋戏，你只要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呢，你就很难留下观众。可是布袋戏在台湾早期的社会，借由编制各种描述当时社会苦闷的戏剧演出，让早期的台湾人随着掌中布袋戏偶的一举一动，还有主演者的口白来抒发情绪，是一种很重要的草根文化。今年民国一百年，这种台湾本土传统艺术文化，国立台湾传统艺术总处筹备处要带着13个布袋戏剧团巡回全国演出，让国人来怀念。其实一些传统戏曲，它一些生态或者是说一些现实情况，其实它有渐渐没落的趋势。那我们希望借着这种推广，让大家认识到不同的剧种。这个周末，这场布袋戏巡演搬到台东市南京路文化广场，刚好又是东部的旅游旺季，民众和游客可以利用晚上到户外吹自然风，观赏布袋戏，怀念早期最受台湾人喜爱的布袋戏剧。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。